准备出发了，齐林，收拾好了吗？快了，叔叔。好，没关系，你慢慢收拾吧，我在门口等你。怎么了？舍不得吗？没有呀，叔叔，这一刻我都等了好久了呀，我也想和你一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那你为什么犹犹豫豫的呢？其实叔叔，我最放不下的就是我的家人，我走了，我妈妈一个人在家也没人照顾，我以后陪妈妈都20岁了，我这一走我也不知道下一次好久见了。没事，走吧，叔叔，决定好了的，东西也收拾好了，那我们出发了。那我帮你拿。阿婆阿妈，我们走了。哎，小心点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这个你的背过来不是上班，有吃老婆了吧？难吃吃饭，不要认识啊。晓得了。你怎么？好，走了，拜拜。叶成哥，走吧。走了，走了。他们全都来了。舍不得我，那就好好告个别吧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觉得我去大城市，他们肯定会担心，又很操心。他们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让他们操心。没事的，齐林，你放心，齐林，没事了，以后都有叔叔在呢，我答应你，以后每过一段时间，我就陪你回家看看家人，好吗？齐林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，齐林？怎么了，齐林？坠落，你看，齐林，如果你实在觉得放心不下，要不就不去了。没事的，叔叔，都决定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出发了。等一下，齐林，今天呢是你第一天来公司上班，但我希望呢，你也和其他普通员工一样，来到公司里，从基层岗位开始做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样子你才能真正的得到历练，而且叔叔呢希望我们两个的关系也别让别人知道，因为他们知道你和我的关系会对你特殊对待的，这个样子对你不好，因为这个样子他们就不会把你当成一个普通同事来相处。我觉得吧，只有你最真实的去经历一下，才能让你真正的成长起来。好的，叔叔，我相信你。当然我也不会让你这个小姑娘在公司里受到欺负的。走吧，我先上去，你一会儿上来面试。好。秦念，你是来面试的吗？对呀、你不用面了，你回去吧，明天直接来上班，你通过了。为什么呀？没有为什么，你先走吧，我还有点忙。你在干嘛呢？
那边有个同事叫我帮他打印东西。打印东西？这么多？对呀、啊。哪个同事让你打印的？我也不认识。你不认识，干嘛都由你来做？他说他忙不过来了。他忙不过来，你忙得过来吗？小吉呢？你叔叔给你安排的事儿，你做完了吗？没有，但是他说然后我就抱过来了。你怎么就不会给别人说一句不呢？啊，就拒绝呀？你的事儿还没忙完呢，拒绝别人很难吗？真的服了你的小吉呢，让你干嘛你就干嘛，快放着。我这么捶你一拳，你生气吗？不生气。不生气。我这么无缘无故捶你，你不生气？啊？你真不生气？生气。你真得把我给气死，小姐。我告诉你，小姑娘，你可不要这么好说话，你这样很容易在职场上受到欺负的。不会的。那你能有一点自己的性格吗？有一点脾气？我有的。有，那你生个气我看一下。哼。不是这样生气，你再凶狠一点，真的生气，狠一点，凶一点。来，生个气。哼。你真让我头疼。你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啊，小纪念？快了，快了。我给你想想办法。这到底是谁呀、啊？啊，工作这么认真，这么多材料啊，要打印啊，这么认真负责，谁干的？叔啊，哦哦，他让你弄的？对啊。啊，是你呀，小鹏哥啊，你挺会安排啊。现在是午休时间，你在那边睡觉，这么多材料。你让这个小姑娘给你弄啊，你喜欢叫人弄材料对吧？啊，麻烦你今天把这些材料给我打印成电子版，打印不完别回去。那我帮他弄吧，这么多，那要弄到几点啊？那你帮他吧，你帮他吧。今天你干嘛呢？这什么时间？上班时间，刚来公司几天就学会摸鱼了啊？没有呀，我刚刚就闭了两下眼睛。闭了两下眼睛？那可能是我看错了。又给我摸鱼，这姑娘真的是，这公司里空调开这么低，也不多穿点。看什么看？你们事儿做了吗？啊，忙事儿去。今天，过来一下。过来一下。吉林，你今天这桌子好像擦的有点问题。是哪里没有擦干净？不是，你先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自己看。你站近一点，你看吧。噔噔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不打扰你忙，小姑娘，去忙吧，去吧。等一下，晚上你有空吗？有呀。那么一起吃个饭吧，下班过后，好吗？快去吧。
吉莲，嗯，如果有一天我喜欢上了别人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只有让你喜欢呀。那你不准备把我追回来吧？开个玩笑。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喜欢上了别人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，总会有人比我更好，比我更温柔，比我更体贴，比我更善解人意，比我更动人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万一你和他待在一起比较舒服呢？更多的多看，那也挺好的。那你希望我遇到这样的人吗？我希望你快乐，就像你和他待在一起比我待在一起要快乐。那你会选择别人吗？你不选择别人，我一定不会选择别人。我不会选择别人的，我只选择你。我相信你。